去年南投市主神宫办理了盛会活动，吸引了真侪民众前来参加。当时有108间的宫庙做会前往的姑娘来祭拜天地，祈求平安。庙方表示，当时林妈祖陪祭时之下，有分送参与百年宗教活动108间宫庙，每一间宫庙拢有一排盛会。在今年活动中，盛会拢需要请等个主神宫和妈祖婆过来加持。一周年，所以咧，在去年度所写请等的这盛会中，大家拢总爱请回娘家安尼，就是伫咱家一年了后，爱请等个加持，就是。加持啥物呢？就是妈祖婆倒来甲你巡，巡讲即爬顶倒来了后，你内底倒位有啥物结束，伊尽量要来甲你化解。除了请盛会会众以外，主神宫也办理了全民拢会当参会活动，就是即礼拜早起要办理了敬香活动，民众对主神宫为出发点，沿路行到八卦山山脉。另外，由富康八岁关键，庙宇社族群有了更加便利的生活。因为现主时，个人拢食真好。所以咧，文明病真多，一定爱运动。所以来推动这个全民运动，会当回馈社会，都是来展现这代的富康八族。这次盛会活动对今开始一直到交货为止，每天都有精彩节目，主办单位欢迎民众做会来到老热。记者陈美婷采访报道。